请看《光明觉品》第十段：光照十方，寄诵第五首，看起。十方求法请无益，未修功德令满足，有五二相习灭除，此人与佛为真见。从这个以下了，一直到这一品经终了，总有六首偈，这个六首偈是劝悟顺行。清凉大师注解里给我们说，佛悉如是行，今得说法果，令悟行之啊，亦得是果。这几句话是总说这后面六首偈的内容。佛没有说劝人顺行，这个地方用无不用人，我们要知道，用人呢范围就很小了，九法界里头啊只有人法界，其他八法界都不能包括进去，那用个无呢，是九法界全都包括了，那么由此可知。佛法的大用啊，深广无有边际。那么说是九法界啊，十法界，这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之外啊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我们在华严经前面世界成就品啊，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里面读过啊，宇宙之大了，大而无外呀、刹土诸佛之多，没有法子计算啊，大概是大多数的佛国度都有九法界啊，纯净的法界不是没有，我们在前面读过，毕竟是少数啊，诸佛的十宝图，像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是佛的清净国土，他那个里面没有十法界，没有六道啊，虽然也有同居图、方便图啊、十八图啊、四图确实有，但是没有十法界啊。那么一般讲起来呢，一切诸佛国土它有十法界，十法界六道是凡圣同居图啊，四圣是方便有余图啊，所以这二图啊，一定是有十法界的这个佛国度啊才有，纯以清净国土啊就没有。所以清净国土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，它是纯粹的十宝庄严土，也叫做常寂光净土。啊，所以四图啊，清净国土啊是上两层，啊，这个染净国度嘛。那四图都有，那四图都有啊，非常非常的普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劝悟顺行，这个无是指十方诸佛国土、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呐、
设法界里面有佛法界，啊，但是这个佛法界呢，跟诸位说不是真佛。啊，天台大师讲六级佛，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级佛，啊，不是真的，必须脱离设法界，证得一真法界。那才叫分证即佛，那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是真的不圆满，所以叫分证，啊，圆满只有一个位次，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分证呢，那真的不是假的呢，它有41个位次，啊，大乘圆教里面所讲的，是住。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住，这41个位次是分证即佛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设法界里面的佛还比不上圆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在中国大乘禅宗里都常说，啊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呢，就是见一分真性呢，他就成佛了。这个佛是分证为佛，啊，那是超越了设法界了，啊，所以设法界里面的佛相似即佛，啊，这个我们学佛这些常识不能不知道，啊，那么严格的讲呢，设法界里面的佛依旧是菩萨，啊，不但是菩萨呢，还是属于全教菩萨，全教菩萨里面呢最高的，啊，那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呢，在大乘法里面的实教真实的，啊，全是方便的，所以这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见性，你有没有破无明，啊，破无明是真的，那就不是假的，无明没破不算是真的，啊，六道里面是观行位，啊，四圣法界是相似位，所以这个地方劝悟顺行呢，是讲设法界，设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应当随顺佛道修行，啊，这个佛道就是成佛之道，啊，啊，这个地方特别是初学的同学要留意，啊，佛教不是迷信，啊，成佛你要懂得佛是什么，啊，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啊，因为在中国找不到这个词汇，啊，所以就翻音，啊，佛陀也，中国人嘛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，尾音呢都舍掉了，啊，单单用一个佛字，啊，他的意思是智慧，是觉悟，智慧觉悟这个字我们中国字汇里面有，为什么不用智觉来翻译呢？他讲的这个智跟这个觉，跟我们智慧里面的意思不一样，啊，他的标准太高了，啊，他的智是究竟圆满的真智慧，他的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我们中国这个智跟觉里头没有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在大乘教里面
啊，这个智跟觉呢是成性的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是智啊，那是佛的意思啊。啊，自性本觉，《齐心论》里面马明菩萨讲得很好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在中国觉里头也没有啊，中国觉没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意思啊，所以依旧啊去翻音啊，翻音中国有佛这个字，就是没有人字边的这个佛啊，有这个字啊，这个字自中国古时候就有了。那么现在的时候，这是佛是个人呢，啊，他不是别的，是个人呢，所以用这个音，佛的音加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字呢是翻经时候新造的啊。佛经到中国来翻译这个经典呢，造了不少新字啊，都变成佛教里头的专有名词啊，这个常识我们也知道。那么从这里去你就晓得佛教化众生的范围多大啊，所以成佛就是成就真实智慧，成就圆满的大觉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这个我们真的是希望啊，我们也想真正能够得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此界他方啊，过去未来啊，我通通都知道啊，都明了啊，这叫做佛啊。九法界众生都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佛菩萨在此地劝我们呢，要学佛，顺行就是随顺，随顺佛的做法，我们也能成佛，啊，也能跟他一样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。啊，下面呢，这是解释，啊，说佛谢如是行。啊，这个佛是一切诸佛，诸佛是人修成的，没成佛之前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凡夫啊。啊，他怎么修成的呢？他跟前面那尊佛学的，佛佛道统啊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没有岔路啊。啊，你能够顺着佛走，你将来一定得到跟佛一样的成就。啊，佛的成就，总的来说三桩事情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德能，德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才艺啊，说多才多艺啊。啊，宇宙之间呢？没有一样东西你不会呀，啊，第三个呢，我们今天讲福报，啊，佛法讲相好，相好就是福报，啊，这三样都得到大圆满，智慧大圆满，德能大圆满，相好大圆满，这叫成佛。你想想看，十法界众生哪一个不想呢？哪一个不想得到呢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你想，只要你愿意去求，你一定会得到，肯定会得到。无论是什么人，啊，男女老少，贫富贵贱。
啊，什么人求，什么人会得到。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呢？啊，我们入了佛门啊，读了经典，这才明了，原来佛告诉我们，这三桩事情是所有一切众生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尤其说的透彻，说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就是法界，就是此地讲的物。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有如来的智慧，有如来的德能，有如来的相好，啊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嘛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啊，这佛把我们九法界众生的病说出来了。你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智慧没有了，啊，能力没有了。相好也没有了，搞成这个样子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但以妄想执着，这里都还有个分别，啊，这三六类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三样东西，啊，把你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，障碍住了，并没有失掉。严重的障碍你自性本具的东西透不出来，你就得不到这个受用。所以佛教人没有别的，恢复你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而已呀。啊，你成佛了，佛决定不鞠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所得到都是你自性里的本来有的，啊，诸佛菩萨没有给你一点点东西，啊，纵然你现在是迷了，你堕落了，甚至于堕落到阿鼻地狱，你自性的智慧德相有没有减少呢？没有，一丝毫都没有减少。所以说，在圣不正了，在凡不减。这是你自性里的本来具足的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开发自己的自性。所以佛在楞严会上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。啊，你所得的全自己有的吗？那哪里是得的？不是心得的，是旧有的。啊，旧有的从前有障碍，没法子得到受用，现在障碍除掉了，啊，我们这个作用啊恢复了。所以佛菩萨教一切众生，这个语气这样的坚定，啊，是你本有的。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所说的，啊，本就本有。不觉本无，本有当然可以恢复，本无当然可以放下。啊，这是一切众生决定成佛的理论依据啊。啊，那怎样真正能得到呢？那佛就在这个经论里头常常教给我们了。啊，我们自心本具的叫信德，信德一切众生平等的，跟诸佛菩萨也是平等的，啊，无二无别。那现在我们迷了，我们的信德迷失了，迷失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要修德。修德就不一样了，啊，诸佛菩萨他们的修德圆满了，佛是圆满了，
菩萨虽然没有圆满呢，成就也相当可观了。啊，我们怎样会福呢？走他的路子，他怎么会福的？我们照他的这个道路，照他的方法去做，我们肯定能恢复。这就是佛谢如是心啊，今得说法果啊，佛今天的果报，这三桩事情圆满具足啊，智慧具足，德能具足，相好具足。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身，叫随类化身啊！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身相，32相80种好，是我们人间的所说富贵相。啊，这个看相算命的所讲的这个好相，他通通具足，一样都不少。这是为我们实现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那要是在十报庄严土呢？像华藏世界，像极乐世界，那个佛是什么样的相呢？啊，经上告诉我们。那报身佛，报身佛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那样的相好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呢。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福报，看了受不了。啊，所以佛在这里实现要跟我们的福报差不多啊，比我们好一点，不会好的太多啊，我们看了才很欢喜啊，哎，才知道哎，他这个样子我努力努力我也能学得到。如果差距太大的时候一想，哎呀，他是天神呐，我们是凡人呐，那我们怎么能学得到，怎么可以跟他学 啊？实在就是这样的原因，所以佛才是随类现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。佛没有一定的身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，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业，就是为十法界众生说法啊，说法果啊。啊，那么在经典里面显然能够看得出来的啊，他的果报是什么？果报是去当老师啊！啊，我们称佛，你看称本师啊。啊，佛在这个世间不从事其他的行业，啊，他不去做国王，他不去做大臣，啊，他不去做社会其他的行业，啊，他只选择一个行业，就当老师。我们想想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成就众生，救度众生，这个手段是第一了啊。佛，我们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啊，
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要想帮助这个世间一切人离苦得乐，就这桩事情。离苦得乐要怎么个做法呢？首先你要知道苦乐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就是对自性迷悟啊，迷了自性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迷得深的就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啊，迷得浅的四圣法界，都是在迷，迷而不觉啊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十法界众生这个堕落的因呢，是迷是不觉啊，那么你要帮助他破迷，他就离苦了，不迷就离苦了，觉悟就得落了。破迷开悟的这个工作，那么诸位想想，在这个世间所有行业里头，只有教学最有效。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几乎应化在世间，通通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，师道啊，世间最尊最贵的师道啊。中国古人知道啊，人能够成为一个人，能够做出顶天立地不朽的事业，要靠两个人帮助啊，一个是父母啊，一个是老师啊，所以这是根本啊。父母养你，生你养你，老师教你啊。佛法里的常说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啊得自于老师。这个人有两条命啊，有生命没有智慧，那人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人有智慧。智慧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。孝亲跟尊师啊，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呢，都把它连起来讲啊。孝亲跟尊师是一桩事情啊，佛法修学的基础。从什么地方学起？有啊，世尊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教维提西夫人，那就是教我们了。从哪里学习？从孝亲尊师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从这学习。这是佛法教学可是在近代这一个世纪，出家在家这一条都做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值得我们深思啊。为什么古时候人能做到，现在人不能做到？啊，古时候的人从小父母就叫同盟养正，他有这个基础，所以世尊这个教诲他很容易做到啊。孝亲尊师天经地义啊，这一个时机由于科学技术发达，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啊，中国人实在也不争气啊，舍弃了传统文化，一昧的学习西方，实在讲西方好的东西没学会，西方那个垃圾全搬回来了。我们受这么多苦难啊，西方这个科技文明，西方的一些制度现在走入死胡同了，走不通了，再走下去圣经最后一章世界末日啊，所以现在西方人呢，到东方来寻宝啊，目的地就是中国跟印度啊，希望找到啊能够拯救现在这个社会的病态，怎样能够帮助社会恢复到正常啊。所以现在汉学在外国大学里头逐渐被重视了啊，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依旧不重视啊。东方的学术，东方圣人的教诲啊，从哪里做起？同盟养正，从弟子规呀。我这些年来非常重视这个科目，这个科目是儒释道真实的基础。你有这个基础，《弟子规》不是叫你念的，不是叫你讲的好听的，是要落实，字字句句要落实到生活里面去啊。然后你学佛了，那个佛给你讲的佛家的基础净业三福建筑在弟子规的基础上，所以因为没有弟子规的学习，佛法净业三福啊没有办法立足啊。原因在此地，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啊福报比不上古人，聪明智慧比不上古人，这个话我不相信。啊，那究竟我们错在哪里呢？啊，真的，我们的基础教育啊比不上古人。啊，古人真的是这个好的家庭，从胎教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啊，就重视这个思想的纯正，言行的端庄，它影响胎儿。那出世之后，父母言行举止都是这个婴儿的榜样，让他看，让他听，他就养成习惯了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了。这圣贤的胚胎呀，是这么养成的啊。所以接受神圣的教诲太容易了啊，
伦理道德的教诲，它正常的，一点都不没有困难了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基础是掉了，从小没人教，啊，父母也不教，长辈也不教，到学校老师也不教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所学的都是一些技术，啊，一些皮毛的常识，学术上没根啊。啊，真正学问成就的人，啊，他这一生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他一定生活得非常快乐，快乐绝对不是物质生活丰厚，不是精神生活。啊，诸葛亮在家里的耕田过日子，农夫啊，读书啊，那不想出来做官呢。若不是刘备三顾茅庐，不会出来。出来干什么？他那个日子过得快乐无比。啊，农闲的时候没有事情，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游山玩水，啊，吟诗作乐，啊，纵然这个社会动乱，动乱它不是全面动乱，是局部性的，他还是过他安逸快乐的生活，不愿意涉及，有智慧。他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呢？肯定有贡献，贡献教化。多数遇到缘的时候，有几个学生教学，把他这个道传下去，一代一代传下去啊。这样的人，中国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，你去看二十五史隐逸传，就是这些人，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能力，不出来做事。啊，可惜这些人都是地方的真正善人，真正有德之人，啊，他教学，啊，那教学不是像佛菩萨，啊，那是中国传统的思想。知问来学，未问往教啊。师道有师道的尊严啊。真有学生非常诚恳，到这来求学，没有不教的道理。啊，不像大乘菩萨，大乘法理佛教菩萨，做众生不勤之友，啊，可以找到人家家里去教，送给人家，这菩萨，这菩萨大慈大悲呀！哎，菩萨旁边观察，你能学，虽然你不来找我，我来主动来教你。啊，古今中外是在讲，只有菩萨这个做法，其他的人都是。师道，师道啊，尊严啊，要尊师重道啊。佛门里头降格帮助你觉悟，这是慈悲的基础啊。
所以我们要跟佛学啊。那最好的榜样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。我学佛最初是亲近张家大师，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这是真实，这是第一本教科书啊，啊，教我读什么呢？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啊，那个时候释迦谱跟释迦方志啊，没有单行本，在台湾找不到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，叫我去抄啊。啊，我真的在台北善导寺太虚图书馆里面藏经里头找到了，啊，两种都找到了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啊，方志只有一卷，文字不多，释迦谱有四卷，啊，文字就相当多了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学习呢。我就把释迦方志完全抄下来，一卷完全抄下来。释迦谱里面呢，我就没有完全抄了，则要啊，就看重要地方，就等于像写笔记一样，啊，做成笔记，没有完全抄这部书，啊，但是方志啊完全抄了。我觉得这是好老师啊。你学佛，你先要认识佛。你对他不认识，你对他不了解，啊，对佛那一份尊敬的心呢，你就生不起来。你认识他，你了解他，你觉得他真是伟大，确实是了不起。啊，让我们体会到的是，他帮助社会，啊，为一切苦难众生解决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，政治做不到。放弃了王位，啊，做不到，军师也做不到，啊，所以统帅他也不敢，啊，这个世间其他所有行业，包括今天讲的科学技术，都办不到这个事情啊。最后他所选择的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他一生搞这个去了，啊，这个收到成果了，啊，自己给我们做出榜样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啊，你要想真正成就学问，啊，真正能够啊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、真相，先修清净心，啊，先把你的心。啊，你心里面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、对立这个念头要化解，矛盾要化解，误会要化解，然后是心平气和啊，你接受圣贤教诲啊很容易，不难啊。你如果这个东西不能除掉啊，你跟圣贤一接触是格格不入，你有障碍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桩事情啊。这个东西化解之后啊，在佛法讲的时候，破魔执啊，破法执啊。
我们今天知道这两种执着要是打破太难了，我执破了六道轮回没有了，法执破了十法界就没有了，你就回到一真法界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啊。这个事情多难啊，这个事情必须从小来扎根啊。我这一生算是很幸运啊，童年啊，我是9岁啊离开家乡的啊，我们住在乡村啊，那我们那个地区的乡村还不错，还着重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这个大概总是受桐城派的影响吧啊，我们家乡属于桐城派的地盘，所以农村里面都有私塾啊，都有从前线学秀才呀、啊，哎、啊，来教学这个儿童啊。我记得我上过4个月的私塾，哎、啊，就是这个底子啊，就是这么一点基础啊，懂得了什么呢？懂得尊师重道。啊，以后啊，离开家乡啊，第二年，这个中日战争就爆发了。啊，8年抗战，流离失所。我们做流亡学生的，年岁很小啊。啊，我14岁就逃难了，一个人照顾自己啊。啊，谁知道？啊，在这苦难当中长成的，知道人生的疾苦。啊，抗战期间3年失学，尝到啊失学的那个痛苦的滋味。啊，所以培养出好学，一生好学这个志趣啊，都在患难当中启发培养成的啊。遇到佛法之后体会很深刻啊，感到人生苦短，一生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价值啊？释迦牟尼佛这条路好啊，真的是自利利他了，自他不二了啊。所以佛能够一切放下啊，真的是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，自己成就之后全心全意帮助别人求啊，帮助别人破迷就是帮助别人离苦，帮助别人觉悟就是帮助别人得乐，这个事情好事啊，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好了啊，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。纯善而不夹杂一点罪过啊，这个遇到了之后啊，
生大欢喜心啊。所以人要发心，那发心呢，他真的有感应。我在台湾遇到这三个老师是感应的，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。方先生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使我认识佛法。多年对他的误会，以前认为他迷信啊，这个化解了。对佛法生起尊重的心，敬仰的心。张家大师给我奠定基础啊。接受他老人家三年的这基础教育，以后亲近李老师才会有成就。没有张家大师那个三年基础，我到李老师那里还是不会成就。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啊！总在发心纯正。不能为自己的利益，有为自己利益着想，你不可能有成就。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是最严重的障碍。这个障碍不能突破，你怎么能入佛门呢？所以佛成就之后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。在这个十法界，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了。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无论现什么身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。这个肯定是佛菩萨。我所以说无论什么身份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肯定他所实现的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。这是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的应化身啊。不是菩萨，是佛。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这些人，看他的形象，对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你细细观察，一个原则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永恒不变，那就是舍己为人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！这个最好的榜样与道德完全相应。这个地方顺行，顺行就是顺着道而行，顺道而行是德了。道是讲的自信，决定没有违背自信。现在我们讲自信，一般人很难理解。我们换一句话来讲，大自然运作的法则，这个大家比较好懂。
自然运作的法则是道，是实现的啊，不可以违背自然运作的法则啊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行啊，那就修行，以佛为标准啊，你就得佛的果位呀。得佛的果位就是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啊。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啊，聪明智慧，健康长寿啊，功名利禄，我们世间人讲这个，这佛的这三句的圆满具足啊，你没有一样得不到啊！啊，所以令悟行之也得是故啊。希望十法界众生都能够学佛，都能够得到如佛一样的果报。现在时间到了。